那个过年他们想要吃什么东西，他们就有写菜单。因为食物是小孩跟家庭的很重要的连结。过年夜事情特别多，连续可能十年十几年都没有在过年夜回家睡觉过。两个男同志在一起很久，但是过年的时候都只能分开过，因为他们就是关系没有被承认。喝酒吗？喝酒。好补，用爱心做。祝大家新年快乐，身体健康，万事顺利。